嗱，第四首曲目送上俾大家嘅系《江睡王情恋珍妃》。讲到珍妃，因为支持江睡嘅维新政策，因而捉路慈禧太后，被慈禧幽禁于冷宫。嗱，呢曲系讲到呢一晚，江睡喺宫中发觉，原来珍妃被幽禁于冷宫，佢大为震怒。为我们演唱这一曲，我们有请陈英杰老师，同他合唱的是悠悠小姐，有请两位。Thank you.
喷出自何地？是真那非苦我寻声明大志。吓、啊，这不就囚禁太监宫女子地？吓、啊，囚者是哪一个？也无
叹人咩叹，为不因你说那夜悲啼呀，为身之正家
更为民生国计，关心国政，竟不义获罪，老佛爷乖赞，哪还无钱，更更痴心，真非热钱。我者真非呀，你身囚黑狱，志不移，是吾妻眷，是吾师，痛国脈，贫危生民又半事，烽烟起处外患之，若不图强振奋，大清亡也堪悲。七尺个自登基，虚其位之力，卑微母后垂念，将阿我记，他真父孝善，和言于你。罪不过是待我囚机，主上我是待你囚机，是
更为看见心扉。情共爱，两心的舍，纵千般摧折，双手足共饮之，看清明日夜。